其實係想買嗰支撳嘅，點知嗰支撳嘅咧賣曬，黐線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TF， 今日咧同大家開箱一下護膚品啊！嗱，你見我開護膚品咧，真係好難得㗎。因為我是作為爛面界的擔當，我好人好者是不會亂轉護膚品的，因為我很容易就會爆瘡爛面的了。但今次呢難得地轉會了，今次呢就是買了 Fresher， 喜歡的話記得 like 和訂閱我。首先講了整壇嘢，為什麼會買它先，就是因為呢在消費券期間呢，我見它有全店八五折，然後 online shop online payment 再有九折，即是八五折再九折，然後還有一堆 sample 數，哇，誠意滿滿，你不是不買啊，給大家看看買了什麼啦。嗱，你見這堆東西裡面呢，其實基本上呢是得一、二、三、四是買的，其他全部都是送的。但我買完之後呢，就發現原來 Fresh 呢都是 LVMH 的，首飾又是 LVMH， 護膚品又是 LVMH， 買袋都是 LVMH，我一世人要跟 LVMH 打工打到幾時。我哋再逐個 item 同你 review 一下啦。首先最緊要嘅咧就係呢一支精華水嘅物體啦，叫做 kombucha。kombucha 嗱，我換護膚品咧都真係好穩陣嘅。我初初咧係拎咗呢啲 sample size 用咗兩三包 OK， 跟住就買咗支50ml 嘅小 size 翻嚟，用咗咁多覺得先 OK， 然後先再買翻咁大支噶，所以我買嘢都真係好穩陣噶。在爛面機用了這麼多個 trial 的情況下，是沒有令到你爆瘡的，還要呢皮膚是滑了和光澤了細緻了，所以我又覺得都挺神奇的。人大了呢對成分的東西就不是很講究的，總言之用到上塊面好就是好啦，用到上塊面不好啊，裡面的成分有多好就是浪費啦。我經常覺得呢是東西搽到上塊面沒有效果的那些牌子呢才會跟你說裡面的成分有多好有多好的，重點是它薄薄一層水呢，夏天就絕對沒問題的。精華水推薦。第二樣就是這個 clay mask 是 for 清潔啦，清潔來說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價錢來說呢也都不是特別便宜，但它有什麼最大的賣點呢，就是現在買 mask 會送 60ml 玫瑰 mask， 這樣拼起來的時候呢性價比就奇高了。效果來說呢，這個就是普通的 clay mask， 這個就是普通的保濕面膜，正常一個 mask 啦。 online shop 買呢還會有自選 sample 可以送啦，那就選了兩個 black tea 的朝早 mask 和晚間 mask 啦，那些很 detail 的東西你不要問我啦。咁總言之呢兩個呢暫時就未用啦，因為質地比較厚，就諗住留返冬天先用啦。然後再又買咗呢個眼霜，初初就唔係諗住買呢個嘅，係諗住買另一支呢有得撳出嚟嘅精華嘅。咁點解會想買嗰支呢？因為你睇下呢個樽身，呢個蓋係擰嘅，知唔知一個人喺屋企搽護膚品係有幾難？你仲要我擰開個蓋，頭先嗰啲 mask 又要擰，呢支精華水又要擰，你知唔知我要擰幾多個蓋啊？搽一支護膚品。咁我其實係想買嗰支撳嘅，點知嗰支撳嘅咧賣曬，黐線噶！佢嘅質地係比較滑身嘅，搽咗上去咧眼紋都有 feel 到收緊嘅感覺。跟住就呢支叫做王牌產品 Soy Face Cleanser， 整體嚟講都係洗面一支啦，都冇乜太大嘅特別嘅。最大嘅好處咧係佢有細 size 買啦，呢一個係50ml， 咁可以放去 Ryan 屋企，因為 Ryan 屋企咧唔係成日過去嘅，有時買一大支嘅洗面咧，未洗到一半咧，支嘢已經太耐發咗毛啦。佢呢一個有細 size 買咧，真係非常貼心。整體嚟講咧，我又覺得 Fresh 呢個牌子做優惠都做得相當給力，唔係唔買啊嘛。呢一支精華水咧係推薦買嘅。好啦，我哋今日分享就嚟到呢度，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訂閱我，我係 TF， 我哋下次再見啦，拜。人生總是離不開 LVMH。